欢迎收看《维新世界易经新法讲座》。所以天上诸佛菩萨、十方法界咧，哈、啊，就共识共同确认咧，这八条路。你若这八条路，你无照去行咧，你要得西方极乐世界去照遍咧，要去佛净土照遍咧，要去东方这个净土照遍咧。所以这八条路就是法、法规、法的规范，哈、哦，法规、法的规范。啊，法规呢？这法规，好，法的规范是啥？八条路。咱世间就这条路，世间的六法全书一本正十本。啊，六法全是正大本，你读也读不了。啊哦，我规桌顶拢是法。好，那遐尼济法呢？社会有安无？无安。社会有祥和无？无祥和。各位拢是清楚。那么佛呢？甲咱讲是天上，咱每个人过去生嘛，拢是天上的世界。咱过去生。有的转生轮回，死了后，搁登天上，这生人才搁来出世，搁来投胎，哈，搁投胎嘞，那么，那么搁倒转去家己国土，要搁倒转去，有啥好转去？对，带条路去，八条路尔，八正道。无论你修什么行，无论你修什么道，修什么宗，修什么戒。离开北京都无可能好等于天国，也无可能好等于天上，无可能等于家己世界。所以北京都重要啊，北京都重要。咱这个佛教嘞，好未败落嘞，都是北京都嘞，甲咱扶掉嘞。但是，甲现在嘞，弘扬北京都的无错。好、哦，大家拢是讲是一挂十三天电话，天高皇帝远的多。因为我常常电视台，我听啊，迄、那个拍开就听，真个大法师讲是足好。但是真正嘞，天高皇帝远，当下修心的法都拢无讲着，修心，要自家的法都无讲着，地狱的法无讲着，变天下的法都拢无讲着。好，那么要变天下，要修心，要自家，要地狱，要变天下，八正道。空度寂静闲书，感到开心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这四书好、哦、五经，好、哦、这个中庸，好、哦、这中庸之道嘞，讲个嘛真济。但是现在咱的这教育啊，好将真济圣人所讲的正法嘞，拢个放一边，好、哦、认为呢，囡仔爱认真赚钱，钱赚到社会问题来，就拄仔所讲的某一个先生啦，死了后嘞。好、哦，伊这伊两囡仔，好、哦，这财产的这分模式，煞死袂安，我讲出来。那么中央内底呢，好、哦，这个中道了，孔子也甲你讲真济。那么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中道呢，好、哦、开始的，我希望照着咱即摆都去讲解《易经》心法，啊、哦，《易经》心法内底呢，哈、哦，恢弘定之卦，哈、哦。这个恢弘定是实气哈，就是这个阳玉、阳玄、阳玄、阳玄哈。阳玄呢，就是培养人才，培养人个人诶，所有人啊，拢会作为圣贤。好，培养人会当做圣贤以后呢，哈，咱社会会更加祥和。
啊，世间就无争我夺，好嘛？这个卦象是恢弘殿的央贤一秒换的，好、啊，当然是我摆出萧人，萧人要安怎处理？好、啊，现在啊，我这里爱坚守正道，正道是安怎来坚守方法？好、啊，三是明君，好、啊，三是好神。哦，是啊，我希望呢，就这个卦象呢，来讲解从这个释迦牟尼佛所开始的八正道呢，简单来甲各位介绍。希望各位呢，会当这条路奔着，好、哦、继续听这妙法呢，啊，一天来甲用在生活中，相信各位啊，你的人生也非常的幸福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啦，哈、啊，当伊第一个弟子。道伫咧地主个时啊，一日一日看多。像讲咱人伫世间是袂安是啥？有争端，有小杀，有小台是啥？因为无一条正确个路互大家行，无一个框框箍啊！你只安尼直撸撸撸，你落一日一道个米，芳甲嘛一道，一道都袂减。若是你讲用哪个地用啥呢？凡事啊会减。还是用手捧一剑，啊用团的来提一剑，好、哦，所以话呢，拢是用的种的框框才设计八条正确的路，这是天人所开始的，所共识八条路为八正道，第一条是正见，第二正见，好、哦，正见是啥意思呢？正确的见解。正确的见解，啊，三正确见解，咱人来世间要创啥？人要来世间趁钱转去嘛？人要来世间争取用的大呢？一这叫做社会上的名利名转去嘛？你看偌济高人死了后，人怎啊袂记哩？啊，这个高僧大德死了后呢，人永远都会记哩。这差别在哪里？真正皇帝呢，当时赫赫有名，但是伊死了后呢，留到即摆人好所尊敬、所追求、所敬仰的有几个？有几个，互咱这个人会当尊敬？炎帝、尧帝、武帝、舜帝。孔子、关公、哈、花道、阿贵格神师，这以外呢，有几个人伫世间，大家甲尊敬为神，甲一个妈祖婆、圣庙留落来，还有几个会当留互人尊敬呢？啊，性命呢在哪里？性命毋是命甲字，性命是自心内底。啊，所以咱来世间究竟是要提啥物件？要追求是啥物件？娶一个水某，嫁一个烟斗翁，敢就会当娶转嫁到世界，娶转天国啊？所以佛啊，甲咱开始啊，咱境界正确，境界，就是讲咱来世间啊，第一体验，体验所有世间的艰辛苦境，啊，由这个体验这艰辛苦境呢，作为咱人生的心灵，这个选择如何更光辉，如何挂更。所以佛啊，甲咱开始啊，咱伫世间所追求是啥？毋是名，毋是利，嘛毋是这健康成长的身体，真正缘投的身体，这拢会老会死。好、哦，所追求是啥？是心安，
心安。我运用这个身体，我投胎来这身体，我老爸给我的身体，这投胎。你也有身体，你老爸老母给你的。运用这个身体来做这个大众有益的工作。啊，身体准备用多用一家。所以啊，咱人爱了解讲来世间啊，得到这身体以后咧，难得，那么咱都用用的，好好啊，做一挂有益社会、利益大众、有益社会、利益大众的这工作。那么咱来世间难免拢会拄着不如意的，来世间不如意的是安那也不如意。我所讲过啊，世间不是咱生存俩，要别人。世间不是讲咱家己上伟大，一旦伟大是人甲咱成就的。咱感觉真正自卑，迄是咱家己所修的不足。哦，所以咱人来世间，就是要体验世间人，体验人生的艰辛苦涩、喜怒哀乐。将所体验的，你发哦，世间有这物件，何你我就哎呀，世间不是干我生存的，要别人生存呢。那么安那心就只是谦虚的心就出来啊，自卑的心就出来啊。啊，而且呢，咱一寡颠颠倒倒、控股，感觉家己上牛，家己上烟头，有地位、赚大钱，家己有啥物能力，何咱有这不满、种种不调和的心啊，何咱会当安定来？所以咱爱了解咱来世间呢，是要追求一个啊心安。过来这边继续的缘分，咱人来世间是要续缘，哈，要续缘哈。啊，个续缘就是知音，因为咱有个人嘞吼，拢在世间啊，吼，知音感恩，好感恩过来报恩，知音感恩报恩嘞，咱来世间的境界嘞，你讲，我咱来世间就要知音，要继续这缘，我今日照电视的姻缘，甲过结缘嘛，续缘继续这缘。啊，那么为何我今日会来讲这易经甲风水学甲个结缘呢？因为我是要来报恩，因为我知因知影社会上给我恩足济啊，国家会甲栽培读册，啊，社会给我过，啊，处处给我施给去，我知因，我要来感受这个感恩，然后是续缘、修缘，咱来珍惜这个缘分，哈，啊，珍惜这缘分。咱来修缘，咱修缘，啊修缘，修缘就是感恩，感恩，感恩的心，报恩的心，知恩的心，也是感恩的心，挂拢咧唱，感恩的心，好，咱人来诶，咱爱修缘，人甲人中爱修缘，各位爱有健康境界。当有一天你要对上善的反省，等下恁老母，反省恁老爸。你想起的人呢，是安尼想起，缘分上安尼深，因为过去生若毋是亲情，就老爸足亲的人，足亲的人，你即生你看到伊，感觉好像相见恨晚，你就足欢喜的，朋友伫遐共款。好，咱就要熟缘，咱就要知个因，有个人过去生帮忙咱，伊即生因投胎来世间啊，咱必须要来回馈，咱来办回馈，再来服务。服务，这是一种知音，哈，嘛一种感恩，然后报恩，将咱的心靠伊，将咱身体、嘴、意念供养诸佛菩萨，供养圣贤，来传一个正确的法，讲一个真真正正的妙法来，来利益大众。这是一种修的释缘，然后是一种报恩。
人来世间除了这一项以外无啥。第一来就是俗缘，我今甲大家结束这缘分，好，再来小缘，珍惜这个缘分，好，再来色缘，白缘白最后的缘，用沙白个条条条缘白个，行到倒去走到倒去，好，这就色缘，色缘是报应。我以后来生有机会，我来去报答。那无我这生今日报答，今世人个失败个缘，那个种人我要来报答，唔通去做恶业。人来世间，唔为做恶业来世间嘞，各位爱弄清楚。吼、哦，所以啊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啊，咱了解正确个见解，咱来世间个目的是啥？唔是叫你长生不老。咱上台因着伫西方叫说阿弥陀佛化身伫来，讲阿弥陀佛化身。啊，伫来伫世间伫念念念到几十世来嘞，因着伫世间污染太济去啊，污染太咧心真乱，头壳真烦。啊，心乱头烦呐，咱智慧就袂出来，烦恼就足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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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也是啊，你若了解过，咱来世间是八正道的正见，为正见而来，为俗缘而来，为俗缘而来，为色缘而来，而且呢，为着知因、感因、报因而来的时啊，我相信各位啊，咱的心会非常的安详，非常的祥和，啊，都无一个颠倒梦想的问题来。所以，佛啦，一开始就地主啊，讲修这个境界。咱这个修行真济道场的修行法，咱爱有境界。希望本宗门的地主啊，恁爱有境界。佛呢，唔是伫爱人钱，因为咱世间的钱呢，吼、哦，天上用袂着。所以，一切布施啊，拢是靠家己随缘因缘。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咱今日呢，好有这因缘出世伫世间，无论世间上的任何代志啊，艰辛苦涩呢，咱爱欢喜心甲接受。你若唔敢接受呢，永远就过来。好，所以咱这呢，正见、正确见解对任何一件代志，咱爱互相相交换立场，正见爱交换立场。所看的代志啊，你爱以一个落，大家人甲人中间要熟缘来斗阵嘞。所看到人嘞，咱爱交是，哎，我爱珍惜这缘，我莫想一办法要甲伤害，莫想到啥物办法嘞，我要来中伤，要来甲恶诽谤。那这是非常无合理，非常无合理的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好啦，甲咱开始的正见、正确的见解。在咱以上所讲的正确境界，要一个更加高一个境界。咱来世间短短几十年，吼，两手办服务就去啊。到尾你所得到啥？不安、烦恼、颠倒梦想的心，吼，到阴界，到阴界去。好，那么咱来世间呢，短短几十年之中间。啊！一旦往生去到阴界去，世间所有一切嘞，化为无。但是世间所拄着烦恼嘞，所有世间所拄着烦恼嘞，不是就安尼就无去啊。好，所带烦恼嘞，咱死了后，咱就带着脑意识来在对咧走，对咧行，生生世世搁对咧行。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咱今日嘞，哈。啊，第一集都开始咧讲解经啊，吼，内底有八正道咧，甲是火红鼎因连带关系咧，只有一个真心的因缘，鼎者一个壳啊，微调咧，壳啊，吼，你壳咧，你十丈树啊，你壳啊，行到对就十丈树啊，若是你用光半拢会拍唔见哩。那么，咱来伫世间啊。
要如何未拍毋见家己呢？所以释迦牟尼佛啊，想到遮个时啊，伊就将遮嫦娥去北正道要来予大众，吼，所有众生依照去做。那么所讲呢，正见，这嘛是个正见，诸佛菩萨的正见境界，世间人有需要遮个物件。哈，释迦牟尼佛伊只有一个正见，伊爱世间人，伊就行到偏去啊。哈，留到迄、那个留意这一挂形式，哈，一挂颠颠倒倒拢袂真真正正修行个是。所以啊，咱爱个正见、正确境界。那么各位，咱爱以正见做咱个生命第一脚步，正确境界，予咱心安个妙法。好，你若有即个正确的八正道、正确的境界，用在生活中呢，你安尼你整个人生你会改变。好，这是千真万确，因为我结缘遐济个信徒徒弟啊，吼，常常为着即个因的看法，比如我要开工厂，老师啊，我工厂要开啊了，我你看有清楚无？老师你安讲？我咧今日看你无清楚，哇！我看足清楚诶，结果等下听了我无清楚咧，都等下都我算啊。第二个老师啊，我唔敢做了，唔贪贪哦，这样算无对，阿伯这一个我点点照顾诶，正见。好，所以咱一切一见解啊，咱爱客观、大范围，莫有私心。你老私心诶时啊，你就收无多。你若有私心的事啊，所讲的一切啦，哈，拢是虚伪的。这都无法度真客观去看任何一个代志，所以这不是正见。过来，咱正见来看，我这生就是要来要成佛的，要成道的。我是世间转生轮回几啊十年啊，几啊世啊，哈，啊，我唔知要得成道得对去，所以我正干正干，我今日哎要专心来修净土门。一心念佛，一心念佛的，你嘛会成就，嘛到西方净土去。这就是正见。啊，我啊，我甲老师学已经还是没完没了，我要来学佛的啊，这嘛是正见。咱今日啊，甲老师学已经的吼，啊，甲你这一段时间了吼，未当究竟，要搁学多，恭喜正见。但是你为着违反八正道的事啊。你根本都无好，修未成功，所以十方甚至是佛陀啊，释迦牟尼佛啊，伊五出八条路，第一个观点就安尼看代志，爱看正确，想啊想好，就是安尼是看法者，所有一切代志化现的、显现的，拢伫目睭内底，好歹拢伫目睭内底，咱的目睭咧会光着看偌大光，但是咱目睭烦恼受够济。哦，所以咱呐，即个呢，要讲这正见啊，就佛陀开宗明义，要予咱一个行一个真正确的路，行一个真安详，行一个真正幸福的人生啊。那么咱要修身齐家呢，自古平天下要修身的精雕的要领的正见，正确境界。你若无正确境界，你修身哪有可能？无正确的境界，是因为你想啊，我就安尼开始要来做啥工作啊？那做工课是爱大家爱做啊，但是你做课要送啥？爱有正见，爱有正见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的大慈大悲啊，哈，甲咱传八正道的妙法，讲起来是话头长。啊，唔讲的是啊，咱又感觉迄个无知影。啊，哦，释迦佛到底伟大，伟大是倒位？你无了解伊个正法，你了解伊个正法了，你就知影只知影都伟大，若无咧，唔晓得伟大。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咱人世间呐，短短几十年，所追求是啥？追求健康吗？应该追求买一间较好个厝，可遇不可求。所有一切要求。要得不到，生、老、
病死苦嘛治袂着。所以种种的妙法啦，佛陀啦，敢若开始正见了，咱第一关呢，咱对一件代志爱真正客观，用目睭去看，目睭去看嘞，看啊这件代志是毋是利益大众，会当互我心会当安详无？好，咱唯有大慈大悲的心，唯有有一个正确见解的心诶，咱经过咱的人生诶，才行入幸福。啊，那无咧，咱嘛要是继续到了过着颠颠倒倒、是是非非、永不安宁的日子，啊，希望各位今日开始咧，好，听这八正道以后咧，咱用在生活中，我相信各位咧，恁的心嘛是菩提，恁的心啊嘛是会成就、会幸福。那么直接。好，到这一个段落，好，明仔再叫继续，哈，后者啦，继续再讲解正思，哈，正确的思维，哈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。